队吼，恁拢加入打造宜兰队。我希望讲安尼啦吼，今仔大家开了时间听我咧讲古吼，毋是讲听好耍。你听了了就安那，你拍着啥物疫苗，反啥疫苗，所以你拢袂变变强变啊，对无？安尼无够，安尼无够。你今仔转去了，甲你厝人讲，甲你厝人讲，甲你亲戚讲，啊，我迄天哦，听到郑大队长讲，变做你厝人嘛，人拢袂强变。安尼是愈来愈破啊！过来，咱搁散发出去，甲个好友、甲同事讲，大家一坑一坑甲坑起来吼，变做咱宜兰县，大家拢拢强骗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哦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大家今仔才认真在咧听吼。来，上尾，赶快去部位吼，我们应该来。即将政府即将实施六月一号开始会实施所谓的金融联防系，等于说它诈骗一个户头，它会连锁的好几层户头没有，这未来一定有个现象，就是说它人头账户会不见，那金流往哪里跑？虚拟账户，那这也跟时下这个假投资的虚拟账户是不谋而合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加强来打击有关啊，这个有关虚拟账户还有虚拟金流的部分。好 ，OK OK， 最后一遍又是被诈骗，所以啊，这个。人性吼是足紧哄骗，啊！我是希望讲，当然诈骗集团的手法非常非常多，但是上重要就是讲，大家卖哄骗你，安尼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大家做好查诈骗的手法，大家卖哄骗你，诈骗集团就会消失无踪啊啦。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款的做单位，希望大家知影诈骗的手法，大家莫向骗账号，大家莫向骗钱，安尼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咱等一下有咱郑大队长吼，会甲咱介绍足侪诈骗的手法，予咱大家下去。这个诈骗伫咱宜兰县啊，非常的严重啦吼。那单单去年多一年，咱宜兰县去用骗的金额超过十亿以上，超过十亿哦，十亿哦。哦，这是有数字的，有数字有报案的，统计起来数字啦吼。所以非常多这种诈骗的案件，拢在咱的身躯边发生哦。啊，我伫这个做议员的过程内底，嘛曾经服务过几落件吼，啊，会当即时把这个诈骗给挡落来。包括有人骗你买金刀翁啊，哦，金刀翁啊，伊甲你讲啊，你去买，真正互你赚钱。不过你赚到钱了，伊要佫要求你佫加钱落哦，要佫叫你佫投资。啊，往往安尼就是叫人骗去。哦，这是咱金头山一件，我动落来，差不多予伊减强骗500万以上。哦，啊，另外佫有打电话甲你讲讲啊，你去卡着一个案件哦，你只要这个案件，你爱马上来做笔录。哦，阮这是台北的地检署啊，导演叫你爱去做笔录。哦，啊，一个阿姨啊讲讲，我唔捌字，我嘛袂晓坐车，阮囝拢伫上班，我嘛无法度去，变安怎？伊讲袂使，你一定爱来哦，你这若无来，你到时去予判落去哦。你有可能会去用判5年以上，你也用判哦。哎，紧张到尾来讲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你想一个办法。你先汇一个100万的保证金来吼，啊，我即件我叫阮内底的人先甲你处理，啊，互你免来遮做笔录，无要紧。结果即个伊也真正汇100万了。结果咧，过来佫甲你讲啊，阮这查落去，你这个案非常非常的严重，100万的保证金无够，爱佫加200万。叫这个阿姨啊，所有的所费拢已经汇出来，无钱啊！伊要找我创啥？要提出去贷款，我才发现唔对。结果我再去问因囝、因查某囝，结果才知影讲，叫头前已经叫骗100万。啊，怎啊？你后来透过咱刑警大队、咱迄个小组那边吼，咱的一个组长詹雪勇那边，到三江，甲这个阿姨啊，怎啊甲迄件代志怎啊挡落来？结果台北佫派。台西要来替伊办迄个贷款的，啊，迄台西真正是台西，迄台西嘛是骗骗的啦，伊嘛是骗骗，伊是趁人的这个台西费，所以伊去台北专工要落来替伊办这件厝的贷款，啊，怎啊滴要去办贷款的过程内底，甲这个人个厉害问，啊，当然尾啊，迄个100万的出讨无着啦，只是后壁迄个骗无行，所以我要拜托大家，你若拄到这个代志的时候，一定要冷静，冷静。一定要冷静，